西南三味，今天教大家做鸡丝杂菇包。准备一些自己喜欢的菇类，茶树菇切断，杏鲍菇切片，金针菇去根部，蟹味菇去根部切断，鲜冬菇切片，蘑菇切片，鸡肉切丝，姜切丝，红枣去核切线，葱切葱花，鸡丝加入少许盐，生粉拌匀，最后加入少许油腌制。锅中加入上汤煮开，加入姜丝、杂菇重新煮开。最后加入鸡丝，红枣丝，适量的盐，胡椒粉和葱花，这锅鲜甜嫩滑的鸡丝杂菇包便可以上桌了。您对我们有好的建议，有喜欢的菜肴，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。西南三味每天更新不同的家常菜，让家人忘不了家的味道。